对敬仰英雄啊和歌颂英雄啊有这个特点啊，所以应该叫我是英雄之歌。美猴哪里有一个舞，我小时候我都要去看庆祝那个丰收喜庆啊，过年啊，过这个传统节日啊，我们是一种快舞曲，隆咚锵锵，隆咚锵快，最后一个停顿的动作啊，而且很凶猛。然后我们的南汉山要很齐，这里面有团结一致的精神。英歌舞确实是一个标志，民族的认同感，我这个说是最了不起的东西。那一出去呢，他哎呦啊，咱们的家乡啊，咱们的祖国啊，人来了，传承还有创新，要一直坚持下去。这个英歌舞是不会失传的，是野蛮也好，